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新一期视频。螺硫酸是一种最活泼的无机强酸，能和大多数金属产生反应，并且硫酸的腐蚀性那是惊为天人，任何东西放进去都能秒变渣渣。瞧瞧，把一朵鲜艳的小菊花丢进去，这还没到三秒钟的时间，菊花慢慢被腐蚀成黑色，再等上一会儿时间，菊花彻底变成黑水。老外甚至还把螺硫酸倒在牛血上，原本鲜艳的血液慢慢被腐蚀，还能看到一丝丝白烟，等往上面再滴上一点硫酸，血液已经被完全被溶解，这颜色看起来还有点像红茶哈。不过你的老外决定把铁勺放进硫酸里，看看会产生什么反应。桌上摆放了一杯浓硫酸，还有一个小铁勺。接着老外把铁勺放进浓硫酸里面，在里面摇晃了一下，没想到下一秒铁勺居然被融化了，呈现出一滴滴液体状态。继续在里面摇晃几下，腐蚀的就剩下铁饼了。艾玛这威力也忒吓人了吧？不过有些小伙伴们看着就好，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视频的最后玩个小游戏吧，只要你能打出这个字，你让我喊你啥都行。喜欢我，关注我，带你观看奇趣世界，比心。